哥哥講咗一句，佢話你唔好理人哋點樣講，首先你要懂得欣賞自己。I am what I am，我永遠都愛這樣的我。因為已經去到第13集，咁都錄咗好多個月，咁一集一集一集咁樣，好嘅成績又有啦，壞嘅成績又有啦，咁又有好多media attention 啦，咁啊開始多有 job 做啦，咁我開始又有啲是非啦。有一晚喺屋企好唔開心，我同我當時嘅經理人啊，叫 Abby 啦，咁就傾緊偈，咁佢都話你唔好，即係睇到我呢一排個狀態都唔好，情緒啊、心情啊都唔好，佢鼓勵我，佢就話你唔好理其他人講咩啦，你做好你呢一刻自己嘅，即係我 send 首歌俾你聽咯，可能你會有共鳴。咁佢講咗呢一句，我就即刻喊出嚟聽呢首歌。咁我好想唱呢一首歌 for 第13集。咁交咗呢一首歌，就哎呀冇 copyright 嘅，唉，真係好可惜，唱唔到呢首歌，因為呢一首歌我真係好，我覺得我會好有力量嘅。追同埋我其實追係受歡迎啲嘅，多啲人聽到嘅。咁但係我咧就係哥哥自己寫嘅，又冇 fans 入嚟睇我演出，去到13集，我記得係大家係嗌得好勁，所以我想話俾即係歌迷知 fans 知，即係有你哋係最重要嘅，即係冇咩都冇所謂。再春都会冻，明知是仍舍不得你，我宁愿让情有着而终。若你要走，你只需讲一句，对我狠心地去，算爱感怎么偏当雨漆黑中，让我可以看你看不透，再不想担心，也不想一切被同，难忍在自幼儿于解中，望你坦天因他七失控，而男人最痛，男人最痛，转这种。